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，我是沈楠。有了当下美满的生活，也要期盼未来有更好的发展。一家人相亲相爱，将幸福生活传承下去，才是最好的未来。开创了幸福家庭，有甜蜜，能用双手去捧出，有欢乐，是更高的精神享受。以后你有啥事啊，有团圆就直接和我说，有希望，很多方法要把它培养成一条龙，传递快乐，展现幸福。我是大色盲。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家有喜事。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，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，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，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，我喜欢快乐时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，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，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，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缘才能相聚，有心才会珍惜，爱会让每个思念都有结局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福就该同享，有难必然同当，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。好像是自己获得幸福一样，当别人受伤时我愿意敞开最真的怀抱，当别人生气时告诉他就算观念不同不必激动，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抱紧住他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缘才能相聚，有心才会珍惜，爱会让每个思念都有结局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福就该同享，有难必然同当，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，有福就该同享，有难必然同当，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全面培养，多才多艺成为了家长的心愿。近几年的综艺舞台上就经常有父母带着孩子们一同演出，让孩子从小就有展现自己的舞台。云对雨，雪对风，环绕对晴空，来鸿对去雁，素描对凝愁，三尺剑，六钧弓，岭北对江东，人间清暑殿，天上广寒宫。多久没有提笔为你写一首诗，对偶平足押韵，难道都在固执，常常欲言又止，表达缺乏情致，书到用时才很少，还真那么回事。梦里一记钟声恍然敲回故事，花明柳眉春日，书院里有天雪寺，苦读百卷经史，不知为功名之子，
文理自有传承和坚持，朗朗书声如出过千年时空，少年啊壮志在胸，俯首自让人感动，借一场古典的梦与东坡热情相拥，没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。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来鸿对去雁，素描对凝愁，三尺剑，六钧弓，岭北对江东，人间清暑殿，天上广寒宫，梦里一骑钟声，恍然敲回古诗，花明柳眉春日，书院里有天雪寺，苦读百卷经史，不知为功名之子，学文理自有传承和坚持，朗朗书声如春风，拂过千年时空，少年啊壮志在胸，俯首自让人感动，借一场古典的梦与东坡热情相拥，没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，没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。因情景喜剧而被大家熟知的演员沙溢，在作品中都是搞笑幽默的形象。喜剧出身的沙溢看似跳脱活泼，但在生活中，沙溢是个非常顾家的男人。近两年，沙溢胡可带着两个儿子参加了综艺节目，这一家四口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温馨有爱的相处方式，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。有一天，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捧住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也不会孤独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生命最长路，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这是我想要的幸福。中国传统家庭里，未来的希望往往都会寄托在后辈们的身上，希望他们好好学习，用文化充实自己，更加有学识，有内涵，未来能有美好的生活。在下面的相声里，高晓攀和搭档刘钊就因为没有好好学习，不懂装懂，惹了许多的乌龙。为了能够演好今天的节目，我可以说是心神不定；为了能够演好今天的节目，我可以说是心律不齐。赶紧找医生看看去。
我没病啊。你都心律不齐了，这是成语。你这是成语吗？你别小看我啊！我说一成语，你不见得听过。不可能，愚公移山。谁？愚公啊。他为什么移山？不懂了吧？啊，愚公移山呢，表现的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。你这成语全国人民都知道是吗？愚公移山啊，愚公一出门，嚯，两座大山啊！他心里话说呀，要想富，先修路啊，高瞻远瞩。于是决定挪开两座大山，没错，一个是王屋，一个是太行。对，他挖呀挖呀，挖着挖着，他悟出了一个哲理。什么哲理？哲理的山路十八弯，哲理的水路九连环。啊，有这哥们那会儿。挖呀，他的儿子心疼他哦，于是就把愚公的扁担给藏了起来。可是愚公还得挖呀，对呀，又找了一条扁担。为了防止他的儿子再次藏起这条扁担啊，愚公把扁担啊绑在了板凳上。这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，这扁担偏要扁担，绕口令都出来了啊！像话吗？怎么了？再说了，那会儿哪有板凳啊？怎么没有板凳啊？老板凳，没听说过。汉魏时期胡床传过来才改成的板凳，是吗？你这历史太差了，小潘。我历史一点都不差，是吗？不，当然我没我不了解的历史。真的？我考考你。可以。春秋知道吗？都知道啊。春秋有什么差别？差别？那不知道。秋天啊，可以穿秋裤了。问你气候了吗？问你气候了吗？怎么了？春秋是一个时代，对，思想家辈出，诸子百家啊。哎，你能说出几个吗？我当然能了啊。有啊，老子有，孙子有，老子哎，孙子哎，老子哎，孙子，您别老紧着这俩说行不行？还有呢？啊，孔子。谁？孔子。不认识。怎么不？孔子，仲尼儿啊。谁？仲尼儿。您别说的跟街坊似的好不好？怎么了？孔子孔仲尼，我们国家的大教育家呀。好，我问问你啊，孔仲尼住哪儿？山东。山东哪儿？曲阜。曲阜哪儿？我没送过快递，我哪知道啊？我就知道啊。哪儿啊？儒家。哪儿？儒家。孔子啊，住儒家？对呀。为什么呀？你想想啊，孔圣人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，他不住儒家，你说他住哪儿啊？啊，知识。那你这逻辑我就知道老子住哪儿了。住哪儿啊？就住自个儿家呗。为什么呀？他是道家的代表，他都道家了，就别外面溜达去了。庄子呢？庄子里头，你看跟我聊会儿天就长学问，就这学问呐。其实这个庄子啊，是我最崇拜的一位圣贤。是吗？写过《逍遥游》。没错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做了，给做了。怎么了？还有这么一首诗说庄子的。你说：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你还挺了解诗词。那是啊。那咱俩对对诗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我说诗的上句，我说诗的下句。听这句啊，更上一层楼。对，这下面有内容吗？有啊。什么呀？句号。我给你对标点像话吗？你得说上下句有内容。听这个啊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，纳兰性德的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君生我未卜，我生君已老。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。好了，谁倒了？总是乌拉拉的唱着。你看啊，咱们不单单要了解这些古典诗词的美，哎，也要了解西方的英语。没错，英语我就会的很多。真的？那当然。你比方说英语什么是基础？字母和单词。26个字母。对。啊，波，没有。词，德，停。好了，这
这汉语拼音像话吗？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小潘，学英语不简单。是，年轻人一定要学好英语。哎，英语是打开世界的一扇窗户。没错。你比如说我吧，啊，英语特别好。嗯，不仅在工作中，生活中也运用自如。你怎么用？比如说一回家啊，见着我爸正做饭呢。你怎么说？就用英语。嗯 ，Hi Tom。Hi 儿子。我跟我爸叫英文的时候，他也得这么叫我。哦，也得英语对英语。对啊，他叫我 Hi Jerry， 一家的动画片。嗯 ，Hi Tom 啊，在 Ready Dinner 是吧？我蛮辛苦的。嗯，做了什么呢？黄瓜，这个 idea 蛮 OK 的。您等会儿吧，这黄瓜能有什么 idea 啊？就是把黄瓜放在案板上，那刀啪，这叫拍黄瓜。还有什么呢？嗯 ，tomato 西红柿 ，potato 土豆，豆腐丝儿、嗯，不是，这英文我不会，你不会，我会呀、啊，你会，记住了，英文豆腐丝儿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豆腐条条条，有黄瓜条、葱条、姜条。高老师，高老师，打您说那一锅炖不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您做菜方面很有造诣。我跟你说吧，现在的年轻人谁不会英文呢？都会一点。刚才我就碰见一个外国友人，是吗？跟人聊两句。聊。Hello。打招呼。Hello。哎。Hello。哎，频点频点，直接说说是。Can you speak Chinese？ 你问外国人会不会说中文啊？他怎么说呀？说慢点，我听得懂。啊 ，Can， 哎呀，真慢了。You speak， 哎呀 ，Chinese， 他怎么说？说慢点我听得懂。实在人，Can， 哎呀，真慢了。You speak， Chinese， 这回他怎么说呀？你有病吧？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路旁打盹，回忆起。
望子成龙往往是指父母盼望着孩子们有所作为，成为出类拔萃的显要人物。但是盲目的期望只能适得其反，家长有望子成龙的愿望，更要有培养和教育孩子成才的行动。行了，哎呀，赵奶奶呀，别跟着使劲了啊！对呀，您看您这个太辛苦了。哎呦，我为这孩子，我那是操够了心了呀。我们家呀，那是千军万马一起出动啊，为他可是用了很多方法，要把他培养成一条龙。赵奶奶，不是跟您吹啊，你们这培养孩子的方法跟我们家都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您知道这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吗？什么呀？吃，营养。对，跟上。那你们这孩子吃什么呀？我们家吃什么啊？看看啊，这个啊，我给你念念。好嘞，行啊。人参、羊参、太子参，鹿茸、鹿筋、泡鹿血。哇，这什么长大的？哎，行了，我们可比不了啊！甭说燕窝了。连马蜂窝都吃不起，马蜂窝啊，哪有整去啊？那是纯天然的蜂王浆，真有啊？我们后山有啊，后山有。哎，为了孩子，我是甘通马蜂窝。我说你这个有点像在托塔李天王的感觉。我跟您说吧，比托塔李天王危险多了。是吗？上回我捅那马蜂窝这么大个儿，啪叽就扣我脑袋上了。哎呦，叮了我600多个包。哎呦，疼啊！值的呀，值啊！行了，我说你们二位啊，别吹牛了，你们这个都是吃货。真正孩子关键的是从小要培养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知识就是力量。打好知识基础。对，你人家孩子，你从小时候你们看什么书？你看我们看什么书？我们这你说中国的古典文学啊，我们这全是世界名著啊。那个叫什么？《三国演义》。那个《红楼做梦》。奶奶，那叫《红楼梦》，不用做。《红楼梦》啊，还有那个一把单八将，那个《水浒传》。对，那叫《水浒传》啊。对。武松在水里打虎嘛。这哪儿啊？这是我们还有世界名著哦，有那个莎士比亚那个蛤蟆来了，还青蛙来了呢。那叫什么呀？那叫哈姆莱特。哈姆莱特。反正我看了很多世界名著，很多。你这看看还有啥书？来，咱看看。全。我看这是脑血栓的防治，治疗老花眼。哎，咋？这老花眼。这是我老头子的书，拿出来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啊，培养这孩子知识重要。我给他报了18个课外补习班。18个？18个呀！哎，而且我们这孩子啊，我们那个当音乐家将来。音乐家？哎，学了很多琴呐。哎呦，钢琴，好，竖琴，哎，小提琴，马头琴。牛头琴、头琴、羊头琴，不，您这后面这琴我们都没听过。看大，你说你没学过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是这个为什么打什么基础？音乐基础，音乐基础，将来当歌唱家。哦，还得当歌唱家，这得找人教啊。找什么人呢？我教啊。您教？您教？您会吗？什么叫会呀？歌唱家呀。同志们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这是您生日，我们这孩子考完100分，他得给我一个礼物，然后呢，我要教他一首歌。您教他一首歌？您还教一首歌？这么着，今儿您在这儿把这教这首歌给我们唱唱。好啊，好不好？音响室 music， 我给您拿着。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的花的真鲜艳，春天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的小太阳，哇哈哈哈哈哇哈哈，每个人脸上的小太阳，哇哈哈哇哈哈，每个人脸上的小太阳。
课了，下课了，下课了，下课了。奶奶，苗苗来了。奶奶，哎，苗苗，我考完了。我考的怎么样啊？我考的特别好，我都答对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你答对了？下课我跟同学们对答案，我都答对了，肯定能考100分。还有八分哦，你太棒了，太好。奶奶，这个生日礼物不错吧？好，回家。走了，回家。等会儿，哎，苗苗。我们家小花考得怎么样？小花啊，哦，她一进教室，她就觉得不舒服，然后她就吐了，吐了。啊，她说她妈妈给她吃多了，吃的不多呀。你这个孩子吃什么了？早上就15条海参，2斤燕窝啊。哎呀，考砸了这就。啊，我养活了。我问一下啊，我们家小虎咋样啊？小虎啊，哦，他是我们班第一个交的答卷。嘿，瞧我孙子那个大马蜂窝没白吃。可是他交完答卷就后悔了。真后悔了。嗯，他那个考试题啊，有一半都没做啊。为啥呀？因为他忘了翻篇了。踩电门了，你们俩，看你们俩这水平，你看我这么大年纪，别事儿，我苗苗考好了，他就是考砸了，我什么表情都没有，没事儿。哎呦，奶奶，哎，我考试的时候也忘了一件小事儿。哎，不是，你别吓我，什么事忘了？我忘写名字了。你看。